的能量补充完毕了吗？能量补充，以人类来讲，好像是用恢复光体形容。原来如此，是要前来试证，为是地基根之内灵活源思想，那该怎样办？今日不能动用功力，该试证，要是灵活源一步，身上的真严重。我曾经与他交手，也许是我的体内有同款的物件，所以才能免于损害。体内的物件，因水是造化之物，用用千万小心，莫在心之外传意会，又是将人提消造化之物在你之手，一股伤灾难。你无想要爱吗？有心无所求，为什么不定无所求？求是来自人生的渴望，修行就是为超脱情欲，为欲望之苦，一切顺天命之意，为我改变，便不妄求。我不甚理解，看你的眼神，你对感情并不完全明定，不明定就不得放下感情，无欲无求。现在我并不想明定，那你想爱什么？我的生命意义、情感，也是将生命意义卖出肚子。你什么都不求，那么你的生命意义是什么？但求父母之情能回归和平，父母之情不一模，为何要争？又为何要彼此厮杀？不一模是东西存在以及互相打击的量，此消彼长，此长彼消，原因只在理念上的不合，而渐渐开始演变成冲突，形成无解的弊端。为什么不能解？因为人类，我不懂，佛一母也转生为人类，人类就亲像介在父母之间的互动生物。我想去明白，就我想去破解，而我失去了解，就我产生疑心。这我能体会，人类是一种微妙生物，渴望着心情，排挤着母母，对心又不敢下到真正有这意义的存在，对母就是不敢认同，就有抵抗不了其魅力。那么母到底是好也是坏？心又到底是好也是坏？不离母不错一看，有折磨生存方向，并无所谓本质腐败。真正歹是有人性因心生出的魔性，这种魔性是贪妄、杀戮、自私，有人自己因怀性命。所以人需要修行，就是为了修读人性。我似乎有一丝的辩解，但是生命人在自我解释着佛一母，自己却又处在佛母之间，那不是真可悲吗？人呀，所以此时最需要的就是空，空空自己，
人情所谓情感，去找出一些中最平静的一方天地，找回纯粹的自己。你现在要找回是什么？莫话这纯粹，你是知识的天来吗？伊是一部人怀艺术文化遗产，那是不退化母性，在伊心里一定要及时的生存。但凡如果因患，如果伊无念，我会尽力去护国祈求。伊需要帮助吗？确实是需要。万圣杨义义。是要天来目标在梦化天堂，我除了找出分界佛友以现中的人马为好，凡事要用文佛教相中，若只有一个人可以帮助你，随你不减昏睡，不减不死。一岁一宿还睡觉，必须熟罪熟心。为何叹气？前因后果，生命轮回，万般所有定数，这是佛教的考验，也是万圣严的考验。我不懂，这件事情你无所挂心，我担心是。今日的出手打铁通动作，是要天来必被风归地。我有一个不明白的问题，什么问题？无什么，这个问题也许只有问本人才清楚。我可以托付你一件事情，不是，这是幸存者的秘密。小姑娘，我尽我的力量，一吹来我就可以轰。